不如落啲糖漿啊。咪住，要唔要由我揀？哦，好似收唔收商業電子信息咁，都係由你自己揀啦。冇錯，我哋可以透過拒收信息登記冊拒收唔想要嘅商業電子信息。三個拒收信息登記冊已經全部推出，依家無論你想登記傳真號碼抑或電話號碼，打1835000就得啦。登記咗拒收功能喺第10個工作天就生效。想知多啲就上網或者攞本小冊子啦。